Hey, big family.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in Shanghai. Are you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Come on inside. As AC/DC said, it's a long way to the top if you want to rock and roll. But unfortunately, in China, there isn't really a top to get to.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is bar, Yu Yin Tang,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to developing and training and educating music. You see, in this country, well, there's a lot of things you have to fight against. For example, internet piracy. Bands can't really sell records. Second of all, you know, they don't really share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music that we do, with rock music anyway. Think about it. You and your dad probably like a lot of the same bands. But in China, if you're young and you like rock music, there's no way that the generation before you likes that kind of stuff. So people aren't really accustomed to it. It's hard to make money.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f you're in Shanghai and you play music, it's because you really love it.最初的创意呢是由谢俊说出来的，就是落羽为果，能够飞翔的果实。我们既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又能够高高的飞在天空当中，自由自在的翱翔。我们是一支来自南昌的乐队，然后现在一直在上海发展。我们是1997年组成的这个乐队，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十几年了，有十几年了。但是真正让乐队职业化，应该是在2006年从南昌来到上海，然后签了我们现在的经纪人张海生，也就是玉音堂的老板。上海的就是包括就在摇滚圈里面，他各种风格也比较更多元化一些。在南昌的话，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偏重型音乐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吧。对，因为江西是革命老区嘛。对，就是我们的态度呢，对于现在雨果包括以后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把音乐呢当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去做，那我们要抛开一些各种其他不该有的想法，去做更纯粹的东西，就是跟随着就自己的感觉。就大家如果能够跟我们音乐去合拍的话呢，那肯定就更好。我们其实和以前的这个心态还是相对来说现在会更轻松一点。对，就以前刚开始写歌或者说做音乐的时候呢，总是会考虑太多我们不应该去考虑的东西，比如市场啊，比方说这首歌写出来是不是会有人喜欢，或者说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大家好唱，或者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能够打动到100%的人。那我们现在这些问题都不考虑，我们首先就是要去让自己能够觉得喜欢。对，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更多的应该是表达自我。我觉得摇滚乐这也是一个精神，能够去充分的表达自我，能够去充分的彰显我们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摇滚乐。像我们的万老师，他其实以前是大学的数学老师，绝对是绝对牛逼的人物。然后他为了摇滚乐，为了能和我们一块做乐队的话，他很果断的就放弃了这份工作，放弃了他所有的福利啊，作为人民教师的这个房子啊、公积金啊什么乱七八糟他都没了，然后就扯远了。然后我觉得这是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摇滚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创作当中其实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大家有这么多年一块做乐队的话有很多默契，但其中也有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故事，吵架呀什么的，这个都很正常。就是说我们工作嘛，对，工作有很多想法，包括一些很好的想法，其实也都是通过这个互相摩擦才有火花，这些东西这样出来的。对，我们经常我们还这个激动到就是为了一首歌的这个 track 的这个怎么做，这个是不是哪有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我们还大打出手，罚锅罚琴，这个事都有。我觉得，但是我也觉得很正常。通过这些小事情，我们最终能够把专辑呈现到大家的面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